大概把那个上一个星期的重点稍微回顾一下啊。上个星期我有把影片放在 Polo 上面了，所以如果你们到那个 Polo 上应该有看到我上个星期的那个录影的连接吧？哦，然后如果有细节部分讲得不太清楚的话，可以回头看，或者是说你可以利用什么？利用那个云端白板上，我是放在这个网址的，应该还记得吧？哈，gg 点 gg 嘛，哈，然后什么呢？斜线哈。这个 Cloud to App 哈，这个连接哈，里面的话就是有放我们相关的补充资料哈。那实际上我们现在上课相关的资料呢，其实也是放在云端上面，所以其实基本上呢，我们采的方式呢，就是全面的无纸化啦。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哈，就是要达到无纸化的目的啊，第一个哈，你可能要善用云端。哦，那我目前用的都主要当然是用 Google 的云端了。当然，如果你习惯用其他的。像 Apple，如果你是用那个苹果的手机的话，啊，当然有同学是用 Apple 的，其实它应该是相关的东西功能是类似的，只是说呢，可能使用起来还是有稍微功能不太一样，啊，不过我这边是以 Google 的云端为主了哈，那以目前来看哦，我自己用起来我是觉得 Google 还蛮顺手的，哦，当然，这个我们课程还是以那个Google 的为主哦。如果你假设用别家的那个云端哦，你可能再跟我讲一下啊。OK，那但是呢，有可能有同学哈，就是说会觉得说，因为呢这个 Google 部分的云端哈，基本上呢它是属于那个所谓的公用云，公用云就是说大家哈都可以免费去使用它。那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哈，它也许会有那种。比如说隐私的问题哦，比如说像之前好像那个苹果的云端哦，曾经发生过呢资料全部不见的问题，而且我完全找不出来哦，这种案例其实还蛮多的。比如写信给客服，客服说这个我也没办法解决，那资料不见了你要自己备份，OK，那就很傻眼了，怎么办？OK 哈，你居然放云端的东西完全就消失了，而且那个客服那边也没有办法。帮你恢复，哇，那你就真的是欲哭无泪了，有没有？哈、哦，另外的话还有发生过什么呢？你资料放在那个云端公有云上面呢，结果被窃取了，啊，刚好有人怎么样？这刚好有那个明星哦，他就放了自己的隐私照片，多隐私我是不知道了哦，就是很隐私的照片，结果呢，居然呢哈、哦，被窃取了，哦，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们在使用那个云端的时候呢，哈，可能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最近也发生过很多那个所谓的那个这个骇客的入侵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账号密码被盗用了，有没有？哇，那就很惨了。所以呢，如果你将来使用云端的时候，一定还是要有那个资安的概念，怎么办呢？像现在哦，真的还是要。特别小心，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设定那个两阶段验证啊？所谓的两阶段验证，就是说你登录账号密码之后，它会自动再传一个简讯到你的手机，有没有？这个当然是一种方，或者是说它会传一个讯息在你的手机上面，然后问你说是不是你，你要按是有没有，才能够登录账号。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设定。如果你没有这样设定的话呢，其实就会蛮危险的，我觉得哦，因为账号我之前也被盗过，太恐怖了，而且我的电脑里面的所有资料哈，居然骇客那边全部都有，甚至连我的信用卡的卡号，还有那个验证码啊，它都有，所以呢，我其实只是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刚好之前好像远距教学，然后需要一个软体，然后软体哈，我不知道哪边买。然后就看到网络上有所谓的破解版，有没有？然后破解版想说啊，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结果呢，就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呢，那第一时间想说，哎，其实我平常不太会这样做了，我只是想说呢，把它点两下看看。结果呢，悲剧就发生了。这个时候呢，哈，好像电脑里面就怪怪的，哦，然后呢，感觉好像，哎，就有那个不好的预兆。就后来没多久呢，哈，就收到那个信用卡银行的那个简讯，说你那个哈消费一笔金额好像8000多块，然后后来没多久呢，另外一家银行又传简讯，
不过还好是另外一家银行哦，比较怎么讲，防治的机制比较高。另外一家玉山银行，它是确定传简讯问你说你这个密码，这笔消费是不是你的消费行为所做出来的？然后当然不是啊，不是我密码，这当然不可能 key 上去，所以这一笔消费哈、哦、是国外的，就没有就是被完成这个交易。但是联邦银行哦，就交易了。我就想说，这根本不是我买的、啊、哦，所以后来当下哦，那我就打电话到那个联邦银行客服，我就跟他讲说，哦，这笔交易不是我，然后他说哦，这个我们没办法认定，所以哦，我们可能要进行那个什么消费仲裁。仲裁就是我要写申请书，那我说我都要跑到我是不是要去警局报案？因为8000多块 ，OK 哈、哦。8000多块，虽然不多啦哈，但是也是一笔吧 ，OK 哈。啊，后来我就想说，哦，就极度的不安，想说会不会还有别的，赶快哈、哦、把我电脑哈、哦、通通东西备份之后，就直接给他还原了。OK， 因为我不敢再用这个环境了，因为我知道这个环境不安全，所以我就马上还原。还好我平常都有备份习惯，所以对我的影响其实没有很大。但是呢，其实会造成那个阴影，哈、哦，阴影是存在的，所以特别特别小心，来路不明的城市哈、哦，千万不要点击。而且最近呢、哦，那个还有一种，还好我不是中那种，这个一种叫做绑架的城市。绑架什么？绑架你所有电脑的档案，也是你如果中了那个病毒的时候，他会先把你电脑里面所有档案哦，通通都锁起来，然后并且会传一个讯息跟你讲说。你必须要，那个叫勒索病毒，他跟你讲说呢，你必须要付$1000，然后呢，他就会寄一个还原程式给你，而且他还蛮守信用的，你只要汇了钱之后，他就一定会给你、，OK， 然后呢，你还可以在那边跟他讨价还价之后、哦、然后他甚至给你打个对折，他说哦，不需要。999啦，我给你打个对折，499就好了。哎，真的，因为有好几个 YouTuber 都中了，而且 YouTuber 还拍影片跟大家讲说，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因为哈、哦、你想要什么破解版，或者是什么游戏，或者是什么软体，有没有？他告诉你说那免哎破解的，哦，记得哦，以后来路不明的城市绝对不要执行 ，OK， 好、哦，不然的话太可怕了。然后啊，其实网络上蛮多分享，我不知道你们 Google 一下吧，那个叫勒索病毒哦，好像也没有解。然后呢，根据那个美国 FBI 讲说哈、哦，就有美国人中了，然后问 FBI 怎么办 ，FBI 跟他讲说，你还是付款吧，付款就没事了，哦，对方一定会给你破解的方式，因为他们也没办法，也抓不到人，因为这个是一个。蛮高科技的跨国的一个组织做的，哦，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解方了哦，所以特别注意啊，如果说你将来使用公有云的时候哈、哦，那他当然也不敢，因为你没有付任何的费用啊，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发生一些状况哈、哦，你可能也没办法，所以怎么办？还是要备份，而且随时要有心理准备 ，OK 好、哦。那另外的话呢，假如说呢，你对于这个云端哈公有云比较不放心的话，其实哈还有另外一个方案，但是你要自己额外花钱，就是呢打一个关键，或者你可以打一个关键字叫 NAS， 这个 NAS 哈叫做 NAS， 这个 NAS 是什么呢？哈，其实就是有点像一个便当盒的一个装置。然后呢，它就装在你家里电脑，就是有点像是一台24小时开着的主机，但是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有这种装置的话，哈、哦，你就可以自己架一个什么私有云 ，OK？ 那所谓的私有云哦，就是说上面一样会有像我们现在用的试算表，也会有Word 的这种文件简报啦，或者是 Google 相簿，但是那个部分的话，哈、哦，是你自己架设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在里面安装硬碟，啊，硬碟多大就是空间多大了哈。然后呢，另外的话呢，你需要24小时开机，因为它随时存取。再来的话呢，你需要一条专线，哦，可能家里要有个网路了，哦，
那其实我是有买这些东西啊，长得就像这样子，有没有像一个便当盒？然后呢，它这个最便宜的好像要四五千块吧，里面还要装一个硬碟，硬碟的话大概至少要两三千，所以啦，最便宜的价格哦，可能要五倍券应该是不够用，哦，可能要两张五倍券，哦，但是这个好处就是说哈，哎，它就确保说你这个资料是在你自己的手上。只是说呢，你要了解这些怎么设定哈，其实还蛮琐碎的啦哈。那因为呢哈，我自己家里就有两台这东西啦，好不好用呢？其实还蛮好用的，就是感觉有点像哈，你自己家里有保险箱，你就比较不会说好像一定要仰赖银行的那种感觉啦。OK 哈，所以那目前的话呢，这种云端应用哈，非常非常的广泛的哈，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就是无纸化，然后能够把所有东西哈，随时带着走的话，那其实这种 NAS 蛮好的。那这个 NAS 啊，它有很多的 APP， 这个 APP 的话呢，可以装在你的手机上面，那也可以随时哈跟家里的 NAS 啊做同步啦。哦，如果你假设想要玩一些新的科技的产品的话，我是推荐哦，尤其。那你想说这个会很难设定啊？我看好像 YouTube 上面很多 YouTuber 都女生呢，他们就是把他安装 NAS 的这个过程拍成影片，然后教你怎么设定。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想象中这么困难。OK 哈，甚至的话呢哈，我建议啊，你们如果有拍就没有拍片习惯的话，也许可以试试看哈，自己把生活记录下来，因为这个东西哈，其实也是可以产生这个。我觉得是叫什么机会吧，哦，而且至少的话你也可以记录生活了，哦，OK， 然后呢你也可以试着，哦，怎么样使用那个摄影装置，哦，做一些事情。好，那今天的话呢，哦，我们接着继续来看，当然我们前面主要是讲到有关这个，哦，新增 Google 试算表有没有，那其实里面还有这些啦，哦，啊，还有更多，甚至的话呢，里面哦，其实还可以在上面写一些程式哦。只是说呢，哦，我想我们课程尽量还是不要，太困难哈，哦。但是又希望能够做一点事情哦。所以今天的话呢，哈，哦，我又多补充了一个东西，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因为最近跟一个老师在聊天哦，聊什么？怎么样把那个就是，相关的文学作品啊，哈，哦，或者是说一些，古代的典籍，哦，欸，可以怎么样，可以把它量化，可以把它文字化，就是说呢，哦，我们可以利用什么类似大数据分析的概念把它做成所谓的文字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没有，没有，就是像云上面都是文字好抽象 OK，哦，那什么意思哦？我跟各位讲一下，哦，其实，哦，这个文字云，哦，就是说比如说我想知道到底那个什么《论语》里面，哦，哪些字出现的频率最高，也就是说呢，某一本经典里面，哦，到底 哪些是它的重点，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哦，哪一些，然后你会发现，哦，里面出现最多的，哦，就是大大两个字君子，有没有，还有什么其次的话呢，哦，还有 孔子不用讲了，哦，另外的话你会发现，哦，《论语》里面出现最次数最多的是哪个弟子呢？怎么看到？子路。所以你会发现哦，其实哈，哦，这个应该可以象征说呢，孔子最喜欢哪个学生吗？但不一定嘛。意思是说，哪一个学生跟孔子最好？对，哈，哦，OK， 频率嘛。比如说我们常常讲电话，对不对？常常通话，那我们是好朋友吗？你说，嗯，好像不知道哎。就是无聊会找你就对了，哎，那是不是好朋友？其实当然或多或少啦，应该算是相较之下哈，就是往来比较密切的一个朋友。OK 哈，啊，其他另外还有谁？子贡有没有？哎，你会发现子贡曰、子贡、子夏有没有？子路曰，这些名称哎，就可以让你怎么样？本来是一部经典，然后你就可以哈，从里面呢知道说。哎，这一部经典里面他所说的重点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哎，其实换个角度来看哈，哦，那底下的话呢，当然哈，哦，我就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哈，那你可以编辑啦，可以把词稍微删掉，然后换个颜色都可以。另外的话，你可以把三字经有没有？哎，三字经全文有没有？把它塞到这里面来，然后让它变一个云出来。不过三字经因为字数比较少，所以哈，你会发现它字特别大，有没有？然后它重点在哪里？不学。所以为什么它一直讲不学？其实意思就叫你一直叫你学就对了。包含什么？春秋、四书、仁义，有没有？夫妇六经、四方礼乐。哦，所以都是这些教条，好、哦、，OK。另外的话，哈、哦，我还想到之前跟各位提到，有关那个《红楼梦》有没有？所以后来我就想说试试看，这个如果把《红楼梦》哈、哦、做成文字云哈、哦，会是什么样子哈、哦、的一个结果？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因为《红楼梦》总共120回，总字数我不确定多少，我印象中好像大概100多万字吧，好、哦。后来我想说100多万字、哦、如果全部 塞到云端上面、哦、让它去跑，会不会它跑不动？所以我就想说先跑一个第一回看看，所以我就把第一回下载下来之后、哦、放到上面去 OK、哦、然后你可以看到、哦、第一回的结果哪个字最多，很妙，第一回里面居然最大的字哪一个字？四影，对，四影，为什么四影出现那么多、啊、第一回他就一直，难道他一直强调说他未来是想要过这种隐居的生活吗？是不是？难道那个曹雪芹他内心的世界、哦、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吗？ OK， 可是问题、哦、你有时候你去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可能还不会特别觉得，但是你把那个文字云跑出来之后你发现有些东西原来我不这样看，换个角度看好像似乎可以看到不太一样的结果、哦、另外还有什么雨春那僧，为什么还有僧侣孝道，所以其实好像都不是很积极，很好像都比较是属于那种、哦、比较，还有什么道人，还有风流不过，有没有？还有神仙哦，还有女子，还有弟子、丫鬟，奇怪，怎么都是这些东西？所以可想而知哦，《红楼梦》里面谈的大概重点应该就摆在这里。后来我就想说，那是不是说我可以把那个哈、哦，《红楼梦》120回哈、哦，全部都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呢，合并起来之后呢，再喂给这个文字云看看，会不会跑得出结果？我本来想说，这个文字，因为文字云。有几个方法可以跑出来，一个是自己写程式，但后来我想了一下、哦、自己写程式好像对各位来说应该是比较困难，所以后来我就找了一个网络上已经有做好的一个服务，就是文字云，所以你 Google、哦、文字云、啊、其实应该可以找到这个网页，那它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把档案、哦、上传给它，它就帮你把这个文字云结果就跑出来了。好、啊，至于细节，等一下我再讲哦。然后后来我就真的把那个120回哈、哦，全部都下载了，因为我就找到一个服务。这个服务哈、哦，这边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有包含这个了，叫什么阅什么天博阅读室吧哦。那、啊、这边就有那个1到120回的全文哦，这边有那个什么，甚至有《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其实我还蛮好奇三国演义到底 哪一个、哦、持平最高，然后呢我就让他跑了，结果、哦、各位有没有发现、哦、我把全部的档案、哦、不过这边可能要注意，因为120回、哦、里面有120个档案，所以如果你自己、哦、假如用人工的方式，你要变成下载120次，不过我是写了一个程式的、哦、就是爬虫跑个回圈120回就合并了 OK。那如果你有兴趣、哦、我会在后面呢分享我那个简单程式怎么做到的，然后呢你会发现、哦、120回全部喂给他之后，这个是只有第一回哦，那这个是120回里面的结果，你会发现、哦、里面持平最多的当然不意外了、哦、贾宝玉嘛，宝玉最大，
其次的话是哪一个？孝道。奇怪，他很爱孝道，很爱笑着说什么，是不是？哦，还好没有哭到哈、哦。OK 哈、哦，然后还有什么？凤姐，哎，你会发现凤姐还比黛玉还大哎，有没有？凤姐，哎，然后呢还有什么？黛玉太太，贾母也蛮多的。OK 哈、哦。啊，当然了，里面其实有一些赘词啦，我是觉得可以把它删掉，只是说我这边还没有把一些赘词把它删掉，好、哦、像什么哪里这个应该就不需要了、哦、不知可以把它删掉、哦、那我之前跟各位提到说哈，《红楼梦》其实前八十回哈、哦，跟后40回哈、哦，其实有可能是不同作者所写的，而且这个好像也没有定论啦，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明确定论，因为这个也找不到证据嘛。到底是不是曹雪芹后四十回也是曹雪芹写的？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因为其实瑞典有一个汉学家哦，他在做词评分析，那我就想说我也做一样的事情看看。于是乎呢、哦、我就把那个前八十回跟后四十回把它分开，做成两个文字云。如果文字云差异很大，那可能应该就不同作者。可是如果、哦、差异不大的话，那应该也可能是就是曹雪芹自己后面继续写的、哦、所以呢、哦、这个到底会有多差，有没有一样、哦、于是乎呢、哦、我就花了一点时间很认真的怎么样、哎、把它做真的做出来了、哦、底下这个是前八十回一样是这几个凤姐黛玉有没有，但是呢后四十回呢长得一不一样呢，其实我们看一下、哦、我把它稍微这样比较会比较清楚。其实、哦、宝玉当然最大是可以想见的，不过呢、哦、你会发现第二个最多的孝道呢在后四十回、哦、似乎好像就没看到嘞，你看孝道为什么没有呢？难道后四十回呢曹雪芹不喜欢孝了，是不是？然后他就越来越悲剧了吗？我不知道哦，这只是我点出来的一个方向哦。啊，另外的话呢哈，比较常见的像什么，像这个凤姐，哎，凤姐不见了，有没有？然后另外黛玉还是，只是黛玉也变少了。哦、然后老太太啊等等，你会发现啊贾琏，而且有些称呼称谓好像又不太一样，所以可想而知、哦、如果以那个两个部分的这个文字云结果、哦、看起来似乎、哦、差异性其实是还蛮大的。 OK、哦、所以其实啊当然这个 也是、做学术研究的一种方向，这个是把那个文献资料量化，然后做出一个比较视觉化的结果。 OK、哦、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因为刚好那一天跟那个一个朋友聊天、哦、他说国科会的一个案子，一个老师、哦、他就做了文字云，就拿到一个计划案了，也就这个而已、哦、我想说这很简单啊，对、哦、OK。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首先呢就来练习如何制作文字云、哦啊、你们自己找、哦、那个不见得一定要按照我讲的啦，我是做论语，所以、哦、待会的话第一个那要如何做、哦、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哦、你们可以先试试看、哎、找到那个网站，不过我是怕说网址在这里，但我 怕说有一个问题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就是等一下如果全部连上去、哦、全部跑会他把它 跑到宕机、哦、OK。 所以待会、哦、没关系，你们先连网址的话我是把它放在我的云端上面，这个就是 HTML 文字云这个，然后呢上面有个网址，你把它点击进来。那首先的话呢要怎么使用它呢？其实非常简单，要不就是说呢你可以用贴上贴一些东西，它也会跑文字云。那不过因为我们现在要想要做的、哦、就是一个什么呢，一部文献资料了、哦、所以呢也许啦我们假设先用什么，我就用先用论语来试试看好了哈。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哈，你们可以先连到这个网站。第二个的话呢，点击档案的部分。那
因为你必须要提供它啊，这个档案目前不存在啦，而且你会发现哦，它一定要是文字档，而且呢，另外有一点，一定要 UTF-8， 这个编码一定要是这个编码方式哦。如果你提供给它不是 UTF-8 的格式的话，那会出错。OK， 那怎么做？首先的话呢，我们第一个啦，练习找一下，就是说哈，如果我今天找什么，找《论语》好了。那或者是说，你可以找《论语》的全文，哎，这边有全文。这个时候的话呢，这边就有一堆了哈。那第一个应该就是了，这个好了，就这个。然后全文的话呢，哈，比如说从学而第一嘛，哈，一直把它选起来，到底下这边，哈，尧曰第二十。我是建议啊，你要按 Shift 键 ，Shift 键按住有没有？再点它的后面，它就会帮你把头跟尾通通选起来，然后这时候你可以怎么按 Ctrl C， 然后呢你就把它贴到哪里？贴到那个我们的记事本嘛。记事本的话呢，会是放在这个什么 Windows 的附属应用程式里面，会有一个叫做记事本，哦，然后你就把它贴上。贴上之后的话呢，哈，里面就是这个《论语》的全文了，大概就这样 OK。然后记得哦，把它另存新档。那请特别注意，我把它放在哪里呢？放在桌面上好了，哎，桌面在这里哈。然后名称的话呢，打上《论语》好了。哎，《论语》OK 哈。然后另外有一点哈，要特别的注意哦，底下这边有个编码方式，有没有？当然呢，现在已经是 UTF-8 就没问题。可是哦，很有可能它预设会是这个 ANSI 哦，你可能要特别小心，因为之前有同学哦，选的时候选到这个，然后放上去发现跑不动，或者跑不出结果来，或者跑出来是乱码，那有可能是你的编码方式是错误的。OK， 所以请你选择 UTF-8， 它是一个 Unicode。OK 哈、哦。那这个 Unicode 呢，其实主要的差异啊，跟早期的那个编码方式最大的差别是啊，它的那个罕用字啊，缺字的问题啊，已经大大的减少。以前电脑里面呢，只有16000多个繁体字，那当然很多字是会缺的啦。不过后来因为 Unicode 万国码，所以呢，很多的字就缺字问题就比较能够解决。好，那把它储存。所以第一个的话哈，如果我等一下用云那个。文字云第一步哈，请你先找一部经典哦。当然，你可以先用《论语》练习啦。如果你不喜欢《论语》，孟子也可以啊。哦，啊，如果你不喜欢孟子，找一个你喜欢的文章倒也可以的哈。第一步好，第二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文字云，然后呢浏览一下。这个时候，因为我的桌面上已经有个《论语》了，对哈，然后就开启啊、哦，给你好，你帮我跑一下哦。那编码方式 UTF-8 没问题，然后按开始，这个时候的话呢，它就会马上跑出要的结果了。我子曰为什么大这么大，大到太大了？哦，因为什么？因为每一篇开头都子曰，所以哦，这个就很困扰。我不要子曰好了，子曰谁不知道子曰嘛？因为《论语》本来就子曰，就《论语》说啊，就孔子说的嘛。所以怎么办？跟各位讲哦，另外有个功能，你放进来之后的话，你可以在这上面找到编辑。编辑是说什么？把这个不要，那哪一个可能，或者是说最次啦，或者是说不是那么重要的哦，那你可以点击编辑之后，那它会告诉你说哈、哦，哪一个词或哪一个字哈、哦、出现的频率多高？所以子曰总共出现几次呢？452次，所以它是最大的。那你可以怎么样把它 delete 掉，有没有？所以这个、啊、然后呢，像这个也而不，这个好像也是只是一个语助词之类的、哦、把它 delete 掉。然后还有什么孔子子路啊，不可要不要，不可可好像也是多余，这个应该也不能算是重点。对曰这个可以，如也这个好像都可以把它 delete 掉。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哦，还有什么不知、哦、不知应该以为这个人知这个、哦、所以有些东西假如就把它删掉之后的话，按确定，那你会发现、哦、
它长得好像就比较接近我们想要让它呈现出来的样子。所以啊，《论语》里面最重要的精神啊，就是叫你做一个什么君子 ，OK？ 那君，所以啊，你会发现啊，为什么他一直强调君子？君子到底君子是代表是什么意思？那你去了解，或许啦，我是觉得学习哈、一个典籍，其实不一定是线性的。所谓的线性，就是从头看到尾。你可以换个角度啊，你可以是抓重点，我就针对君子去了解，我就针对子贡或者子路，好，比如把所有的子路所在的位置全部都抓出来，到底那个《论语》里面哈、对于子路里面的叙述是主要是哪些东西，然后把它做一个分类。其实你会发现哦，你就可以写一篇文章了，《论语》中子路形象有没有探讨？不是就一个题目了吗？有没有《论语》中子贡？为什么子贡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我印象中子贡是一个商人吧，而且是一个类似今天的地位，大概是跟什么郭台铭差不多的，因为他是很有钱的巨商。而且你会发现那个有钱人好像当时应该都是那个什么这个商朝后裔啊，有没有宋国人之后？那为什么这个子贡有了钱之后还要跟这个孔子学什么学礼乐？所以其实原因何在了？其实里面都可以很多探讨的方向嘛。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只是把那个论语当成一部八股的作品，我们其实可以很客观的去了解一个作品、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嘛。然后其他的部分，所以我刚刚比较重要第一个哈，先找论语全文。第二个的话连到这边，然后你再编辑一下，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OK。